是有办过下台？有啊，楼上有人租场地，租五到七啊，啊，我跟他打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他们才两个。他们快，中快生活啊。人好店，人家就要邀。是这样子吗？不是吧？没关系，那个路不影响路，它只是monitor的问题。等一下再站一场。
这是我们故意在那边，他就不能说啊。对啊，但是这个，其实不能说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说这边好。其实跟你说啊，结果你就自己装在里面都自己死。我是觉得有几个啊，不要紧，但是我这边啊，对对对，给他打，给他打。